2023年马来西亚国际家具展今日正式开展，来自11国家与地区的671家参展商参与，各顶级制造商带来多样化的民用和商用家具。副首相拿督斯里法迪拉尤索夫受邀主持开幕，他在 MIFF 创始人拿督陈振发博士陪同下一同主持开幕仪式。展会现场座无虚席，大会准备多项表演，包括电子鼓表演等。副首相巡视展会摊位，亲自感受优质家具所带来的体验，舒适度非常高的明床，设计精美的家具获得各界的喜爱及赞赏。这个为期四天的国际家具展预计可吸引12亿至13亿美元的销售额。